閃亮登場，全新 Chevrolet Cruze。歐洲記者評為2010年最佳汽車，是印度的年度最佳汽車，又是世界巡迴錦標賽英國、意大利、德國和巴西各站的冠軍。世界驗證了這部輕型汽車的不平凡故事。全新 Chevrolet Cruze 同級車系中最慳油，十個標準安全氣袋，加拿大最佳保養服務，超越一般駕駛。 Cruze。好，繼續翻嚟投資有道嘅時間啦。嗱 ，Stephen 頭先都傾過一啲即係關於股市方面嘅嘢啦。咁啊，呢個時候咧又傾傾咧呢個即係 RSP 啦。因為逢星期三咧，都 Stephen 都會同你咧講一講咧，即係 RSP 咧一啲嘅即係比較新啲嘅資訊啦。嗱，差唔多到期啦，三月一號就到期。對，三月一號就是最後的期限。換句話說，如果說你現在再決定不買的話，如果你在月一号之前不买的话，那么换句话说，您今2011年的退税也就是无法达到一个退税的目标了。系啦，以后再购买的话，就是拿到明年的来退税。冇错啦，咁啊，可能咧好多朋友咧都仲喺度啊谂紧，究竟啊要即系做啲咩 RSP 嘅投资啊，或者啊似乎咧选择都非常之多啊吓，咁啊究竟即系点样拣咧？咁啊可能即系大家，我相信都可能心中有数嘅。不过啦，啊 Stephen 今日咧都会同我哋介绍咗两只咧可以用只用作呢个 RSP 即系投资嘅兩隻基金啦。其實不如我先看看我哋第一隻啦，就係呢個嘅叫 Pacific Fund 啊。咁啊，其實呢隻嘅基金主要投資喺邊一度咧？Pacific Fund 它其實主要是放在，因為我們上次曾經講過市場，我是介紹兩隻股票是放在加拿大市場。那麼 Pacific Fund 其實主要是注重在就是太平洋市場以及亞洲市場。那麼從這個 Fund 的一個分布，我們就可以看出，它主要是放在的香港、台灣和大陸內陸的市場呢，就已經達到了近40%到50%左右。然後剩下的一點呢，就是放在其他的一些市場以及一些其他的國家。以及短期的一些 fixed income 左右。那么换句话说，这因为它的一个投资策略的一个营销策略呢，就是它的一个投资策略呢，就是说将资金主要放置在一些暂时被市场低估的一些股票上面。那么它准备是在18到24个月之中呢，达到一个50%的回报率。一旦达到它的要求之后呢，就完全就是马上从这里面撤出他的资金，就放手了，对，然后再放到另外一个他觉得一个比较又是被市场所低估的一个股票当中。那么就这个他的过去一段时间的他的 performance 来他的表现来看呢，从2003年开始呢，他就一个比较好的收益回报。那么当然2007和2008，一个是亚洲的市场就有受到动荡，然后再让美国市场也受到动荡呢，它是跌得比较厉害。但是在2009年去年的时候呢，也就可以把2008年的一个颓势呢完全挽回，同样还有近20%到30%的左右的回报率。那么换句话说，这个股票它的是风险是存在的，风险不小，但是它的回报率呢也是比较可观的。或者是大家可能如果希望可以将你的投资譬如放在这个比较亚洲地区，或者希望那个增长比较好一点，那可能都即是这只基金比较适合他们。那当然就个风险也都比较大一点。其实除了这个的 Pacific Fund 之外，另一只呢都可以跟大家看看，就是这个 Real Estate Fund， 就是这个买一些比较是不是跟地产有关的项目。对， Real Estate Fund 它主要就是放在一些政府担保或者大公司所他大公司所担保的一些 investor fund 上面。那么从这里就看出他近70%到80%左右的一些钱呢，就是放在real estate 跟地产有关的 investor fund 上面。那么就是这个份的前十名的那个投资表现呢，就是说可以看到它有投资量是达到63%的左右。就从这个图里面看到，可以见到基本上这是它的投资的前十名，前十个公司，那么这是它的总额是达到63.18%左右的投资回报率。我可以睇埋咧嗰个嘅呢个嘅基金嗰个过去嗰个表现啊。咁其实咧相对咧就虽然咧即应该系比较稳定啲，不过个回报都几好啊。对，因为它虽然说只有从2004年才刚刚开始这个一个基金运营，但是从这张图表可以看出呢，
才2004年开始的，也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当然2007、2008年受到市场的波动是跌得挺惨，但是在2009年的时候呢，它也就是能把2008年的一个回报率呢全部挽回，然后呢又有近10%的一个回报率。係啊，諗下大家都可以即係考慮一下啦，或者可以留意一下咧相關呢一個行業嘅一啲嘅基金嘅嗰、那個即係、那個表現啊嚇。嗱，講到呢度咧，今日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都係 Steven 咧同我哋即係都分享好多咧，即係有關咧呢個 RISP 即係一啲嘅即係資訊啊。咁啊嗱，咁啊下星期咧我哋繼續咧會同即係大家一齊咧去傾下一啲同保險有關嘅啊。咁啊到下星期再見。咁啊聽日同一時間繼續咧有呢個嘅財經360。9點再見啦，拜拜，拜拜。